微型教学是一种能被应用于教师专业发展各个职前与在职阶段的训练概念，它提供教师一种降低教室复杂性并增加大量教学表现回馈的练习情境，使教师能经由观察楷模教师的录影示范，持续聚焦于诸如解释、提问或示范等特地教学技能的练习。为50个座位的大型讨论室，具单枪投影设备，适合集体讨论或研习使用。